透视已经解锁密码，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例解卦。在开始今天的节目进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万事起头难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商人，因为看到一个商机，就打算要投入大笔的资金去发展。但是谁知道他的钱才投入去，就碰到很大的危机。商人想要抽身，但是又感觉自己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最后算什么就都没得到。考虑了很久，商人决定要去拜访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商人什么话就都没说，老人就先开嘴说，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你先去把你的行李放好，等一下我们要去河边钓鱼。在出发之前，老人交予商人一支新鲜的鱼叉。来到河边，老人的身上就只有一个装鱼仔的钉篮，什么工具都拢总无。老人将钉篮放伫水中，大力来回甲摇动。老人的行为不但抓袂到鱼啊，反倒转来也将水内面的鱼啊拢吓惊走啊。商人伫个心肝内是安尼想的。抓鱼啊，这种代志，个人也是爱交予少年人才对。商人真有气势，骑着鱼车，倒边渡一个，正边搁甲渡一个，足无简单，才予伊抓到一尾亲像手掌那大个鱼啊！日头要落山，因回头去算成果的时阵，才发现只抓到一挂小鱼啊，甲小虾啊尔。商人忍不住大声笑出来，老人微微啊笑，将遐个小鱼甲小虾啊用石头甲磨成泥，做成钓鱼，放到河中。无外久，一堆鱼啊就游过来啊！老人叫商人把握时机，即届轻轻松松就抓到真济大尾鱼啊！老人看到商人满足的表情，就甲伊讲：不管是做什么代志，一开始的阶段总是会比较较辛苦，需要付出加倍的心思。不过，既然你已经开始啊，不如就继续向前行吧。因为只有坚持到最后，你才会当知影家己会当得到什么款的结果。商人听完老人的话，马上就明白啊。伊甲老人讲：“我已经知影未来的路要安怎行，我即马就要回去啊。”后来商人的坚持，确实予伊得到真大的成就。俗语话咧讲：“万事起头难，只要你会当克服家己的笨蛋。”惊吓，甲无习惯，勇敢继续向前行，总是有成功的机会，而且过程中学到的经验，嘛算是一种的成就。第一，先准备三个古铜钱，也是一般的银角啊。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音，先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天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伏羲、文王和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事情的吉凶好歹。刷下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由下往上记录你拨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内卦，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问的代志，继续拨出三个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号，
伊个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十天干加十二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己午日，咱将天干甲地支拢配合了后，会发现水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水亥。第四，咱咧记录牛的阴阳的时阵，爱个字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字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度两仪，咱就要记作孝阳。如果拨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仪两度的话，就要记作孝阴。如果三个字的结果拢是同款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字拢是鸡，就是老鹰；拢是刀，就是老羊。在变卦以后，老羊的部分会变成孝鹰，老鹰的部分会变成孝羊。在装六亲之前，咱爱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支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支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支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主是乾用之数，所以要照着主、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支的时阵，因为未是坤阴之数，所以要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未、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牛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牛位分别代表的地基如下图。会记得咱有讲过，十二地基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由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神秘术拢是土，不如八万四千个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一支歌，会当有非常多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会让咱以为家己输了了生活，其实咱只不过是输了迄个着急、惊吓、甲忧愁的家己尔。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快乐的过嘛是一天，痛苦的过嘛同款是一天。所以当咱碰到问题的时阵，绝对唔通逃避，应该爱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今仔日咱特别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挂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这支卦是蔡小姐要问伊的感情状况，先来看八卦以后得到的结论。结果就是，虽然男方的父母真疼惜蔡小姐，伊嘛已经甲男方同居啊，但是这段感情修成正果的可能性非常低。
包括日期是辛卯年、丙申月、癸亥日、空蒙是主头。播着的歌是《风泽中午当三鳌》《四鳌》加《五鳌》，变和天大有。前一段时间，蔡小姐伫朋友的拜托之下，去一间教会帮忙布置的活动。迄个时阵，伊才熟知今仔的男朋友。交往半年，男方就问伊，敢要搬去甲伊做伙住。本来蔡小姐真丢丢，结果伊雄雄接到厝主的通知，讲厝只会当租伊到一个月月底。男方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就甲伊讲，因家离蔡小姐的公司真近，而且交通方便，会当省袂少钱。最后蔡小姐就被说服了。虽然交往无偌久，但是男方有意愿要娶伊，男方的爸母嘛拢真赞成。但是蔡小姐无确定这个男性，敢是伊会当依靠下半世人的对象，所以才会希望透过八卦来知影这段感情敢会当开花结果。先来看细敖的部分，细敖未土的兄弟，同化有金的子孙。兄弟休求无根，兄弟同化子孙，兄弟甲子孙其实拢有无想要结婚、爱佚佗的意思。兄弟是感情方面的阻隔之神，对阿未结婚的人来讲，有婚姻难成的含义。应后智慧爸母不但休求无根，也甲日子自来冲暗淡。应后的爸母同生细后的兄弟。表示男方的爸母对蔡小姐真好，非常疼伊。女性问感情，用心爱看光鬼，然后用心盲目的光鬼有日来生，日子还是木的中生，代表蔡小姐甲伊男朋友才拄啊熟在无偌久。然后是在熬，然后在用心的光鬼，表示蔡小姐目前甲伊男朋友。是冬季的状况。绿秀在青龙，青龙除了代表男女恋爱以外，也有爱饮酒的含义。代表男方应该是一个爱饮酒的人。三鳌抽土的兄弟，当新土的兄弟化进神，兄弟当化进神，对感情相当不利。五鳌智慧爸母，当化未土的兄弟。爸母朱文书会当解释成结婚证书的意思。爸母休求无根，不但日冲，也加月令是六合。爸母合到外口去啊，就表示这段感情想要发展到结婚的阶段，非常的困难。人后卯木的官鬼六秀在白虎，白虎主母有冲突加凶命的含义。加上官鬼代表男性，表示蔡小姐的身边应该也有一个黑道的男性的朋友。总结来讲，兄弟七世，而且应后的爸母暗淡会来生兄弟，兄弟的力量会比加强，兄弟是感情顶端的阻碍。加上三后是兄弟同化进行的状况。所以这段感情恐怕无法度顺利发展到结婚的地步。若是安尼，细后兄弟同化子孙，代表蔡小姐目前对结婚的意愿嘛真低。另外，这支卦内面有两个代表男性的卦鬼爻，二爻智慧卦鬼代表伊甲伊今仔的男朋友目前是伫咧同居。人后卯木的官鬼表示蔡小姐在外口应该也有熟在男朋友，所以蔡小姐甲伊男朋友伫短期间内应该是未有进一步的发展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永共心，修行路上可见成。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
这句歌是顶说要问因朋友的健康状况。根据歌上的显示，病人目前的状况真无乐观。在治疗甲弥补的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病人的病情的变化。八卦日期是辛卯年庚寅月丁未日，定命日可望是寅卯。顶说八条的卦是风地官当初爻、二爻甲四爻。变天泽里，前一段时间，顶世接到朋友卡来电话，对方讲，伊进前伫日本咧发展，即卖事业中心要邀倒来台湾啊，而且伊下个月就要甲伊个女朋友结婚啊。虽然有一段时间无联络，但是顶世因个感情也是真好。这段时间，请啊小约出来饮酒、食宵夜。一天的晚上，丁生跟他的朋友在餐厅在吃饭，就在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的朋友忽然间感觉一阵头晕，然后就为楼梯顶管摔下来，紧急送去病院了后，才检查出他的朋友头壳里面有一粒肿瘤。虽然手术的过程很顺利，不过因为肿瘤的位置离神经真近，恐惊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的功能。佮加上手术了后，病人也需要继续做化疗，所以暂时也袂当完全放心。顶些非常的担心，所以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的朋友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如何。首先是细牛的部分，细牛未土的爸母同化五岁官鬼回头生，爸母林吉神又阁有官鬼回头生，是真旺的经营。爸母气势代表食药啊无效果，因为这句卦主要是顶说要问伊朋友的健康状况，所以用心爱看硬牛。应后用神未土的爸母同化智慧官鬼回头生，爸母当会刻刻代表伊个子孙，表示病人目前是昏昏沉沉的状况，而且药物治疗嘛无效。应后同化官鬼，就等于是用神变成鬼，或者是鬼变成用神的意思。这对问病来讲是大凶的卦象，表示病人也未脱离危险，恐惊会有生命的危险。二爻子火官鬼动卯木的车载回头生，官鬼往上又阁有动，代表病人的病有加重的现象。总结来讲，这句卦细爻甲应爻拢是坐爸母爻。爸母不但临吉神，又阁有王上的官鬼回头生，力量非常的强。应后用神的爸母同化官鬼，有用神变成鬼的状况，这对病人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卦象。佮加上这句卦内面并无代表医药的子孙爻，只有主水的子孙扶持初爻未土爸母之下。子孙休求无根，又搁被日子来甲克，表示智慧甲智慧，官鬼甲爸母旺的时阵，病人的身体状况容易发生大变动，家属一定要特别注意。这句话是黄小姐要问伊有新的状况。根据卦象的显示，黄小姐的囡仔应该是保未掉啊，建议伊要提早做好心理准备。八卦的日期是今年壬午月加辰日，可望是寅卯。黄小姐卜到的卦是水泽节，黄小姐今年二十二岁，伊的先生二十八岁。前一阵啊，黄小姐验出伊有身，当时伊的先生也是伊的男朋友。就讲伊愿意负责要带伊。本来黄小姐的妈妈是希望伊会当将囡仔提掉，因为伊也少年。但是因为黄小姐以前有破病过，医生讲伊有新的几率真低，
所以黄小姐无想要放弃这个上天赐予伊的宝贝。结婚了后，黄小姐甲伊的先生满心期待这个囡仔会降临。但是伫第七周做检查的时阵，发现囡仔无心跳，医生建议伊阁等一礼拜。若是囡仔也是无心跳的话，可能得爱安排手术将囡仔切掉啊。黄小姐唔相信，伊的囡仔也未赴来大汉，特别来离开伊。这段时间，黄小姐甲厝内面的长辈求神拜佛，就是希望佛祖会当保庇。会当予这个囡仔平安来出世。透过朋友的介绍，黄小姐选择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巴肚内面的囡仔敢会当顺利来保掉的。先来看细牛的部分，细牛坐智慧车载，车载代表三福，所以在牛往上就表示目前黄小姐身体状况袂歹，无啥物大问题。应敖生金的爸母有吉来生真旺，问胎儿的状况，用心爱看子孙。因为爸母会克子孙，所以应敖的爸母旺，对于囡仔来讲相当的不利，有难产的含义。二敖在用心保护的子孙，子孙休求无紧又个渴望，是真空的卦象，表示目前囡仔状况真歹。因为用神的子孙不但是勤劳，也是空忙，加上这支卦是一支六合卦，所以这个囡仔恐惊的胎死腹肚中，五牛出土的官鬼王上又搁有吉来福，而且也加日子辰出冲暗当，官鬼当生应牛的爸母，爸母克子孙。爸母的力量一旦被加强，对本来就无力的子孙后来讲，就会更加更加不利。所以才会讲，小姐的囡仔应该是无法度顺利来出世啊。总结来讲，小姐拨到的卦是六合卦之一的水泽节，问胎儿的用神爱看子孙，用神保佑的子孙，不但是休求无紧的经营，也是空忙的状况。用心静脑，放空，加上本卦六合，表示囡仔还未出世，就过身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用心是卯木的子孙，第十二中生五行的木，绝地心，旺在味，所以爱特别注意有心甲味的日子。后来根据黄小姐的说明，知影是伫未月新吉的时阵。病院确定囡仔无心跳啊！这支卦是靠势要问工课调单位的状况。根据卦象的显示，虽然新单位的薪水会比较较少，但是对未来的升迁真有利。八卦的日期是己丑年、丙子月、辛亥日，空亡是寅卯。故事拨到的卦是三天大畜当日牛变三六比，故事是国营事业的雇佣人员。虽然雇佣人员的薪水比职员的薪水更加低，但是只要负责技术和行政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学历的要求也无高，所以故事当初才会去报考雇佣人员。上班四年外，最近另外一个单位因为有人要离职，非常欠人手。加上迄个单位的主管捌甲考生合作过，所以就问考生敢有意愿要调单位。考生真丢毒，因为伊感觉即马这个单位的工作环境甲同事拢真好，伊嘛真适应啊，而且只要在时间内完成任务就可以了，算是自由又更轻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更感觉他现在才三十岁，应该要有上进心和企图心才对。探听了后，考生知道新单位的工作量会比现在 加很多，不过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同时都是少年人，工作的气氛应该也会不一样，
因此靠势才会希望透过八卦来知影调单位以后的状况是好也是歹呢。问工课进步的用心爱看官鬼，细熬银幕的官鬼同挑逗兄弟，官鬼不但往上，又搁加日子银海合，而且日子海是木的中心，所以就算官鬼空亡，也是往空不空的情形。代表新单位袂歹，不但真适合考试，对于未来升迁也真有利。不过因为细熬的官鬼同化兄弟，兄弟是克财的代表，表示调到新单位了后，考生可能会碰到薪水减少的状况。应劳主水的车载林月玲，又搁有日来福，非常的旺。应劳的车载生细熬的官鬼，代表只有一开始的薪水会比较较无理想尔，未来的财务就会渐渐啊变好啊。总结来讲，考生拨到的卦是三天大喜，当三落比卦化六合。细熬在用神阴木的官鬼，官鬼不只有日月来生，也甲日子亥水的车载六合。在这句卦内面，应熬月令甲日子拢是在旺上的车载，在升官，表示调到新单位，对考生的未来的发展会真有利。以上就是今日的实例解剖，希望透过今日的解说，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走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卦的运用，掌握家己的命运，予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日的收看，咱下回再见。